好，目前建议的剂量很简单，依然零四，每公斤体重10毫克，静脉输注60分钟，每2周一次，直到输注治疗直到疾病恶化或无法发生无法耐受毒性为止。目前建议连续使用本品1年以上，利益风险的平衡还尚未确认。另外，18岁以下的儿童或青少年的安全性还不清楚，还有效性不确。对于老年人，75岁以上老年的受试者比较少，所以目前没有办法告诉各位说75以上的老年人跟相对年轻人之间的安全性跟疗效是不是有差异。目前给药方法很简单，一样是泡在生用锂食盐水或葡萄糖的里面输注，然后呢输注泡了输注以后呢，其实大概24小时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放24小时，放在室温大概只能放4小时。输注液其实最好要立即给药比较好，但是要用所谓的过滤器来使用过滤的方式。